小伙伴真够意思。干什么呢？画画呢，老师。放开。你这手机藏得挺深啊，还画画，手机我收了啊。真是画的。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等等，再翻一张，再翻一张，给我起来！你这么皮，你妈知道吗？上来干嘛呢？快点啊！一群猪队友，这都能被老师发现。来呀、啊，练级 PK 啊！要组队吗？又不好好上课是吧？又整这个是不是？啊，骗谁呢？来，准备开始上课了啊！拿出本和笔，拿出挡脸那个同学干什么呢？又想整老师呢？你看看你旁边那个同学，你看看人家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你这什么情况？给我起来，手机拿过来。老师，中秋节快乐，送你们几个月饼。谢谢，哇，太棒了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蜜桃味的。怎么又是个化蝶？人又骗我。等等，你画什么呢？瞎呀。谁瞎呀？面对疾风吧。这个短袖尽量少穿，不好，不好，真的。啊，没事吧？我不信，说哪个不信？你不信？啊！面对疾风吧！
边上。今天可没心情跟你们玩。谁画的？今天老师画的不错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晚上睡作业能不能交？50张速写。这熊孩子又上头睡觉。哎，穿这么厚是不是发烧了？来，老师看看，来我看看。哎，我去，这娃呀，小磊，你爸哪去了？老师，你喝水啊？还想骗我呀？不骗你，你喝多喝点水。有水，有水，加油！我多少回了，指着木扔垃圾筐里头，老不干。别的手机也不要了。玩儿吧，你们就一起玩儿。哎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孩子鬼鬼祟祟又干嘛呢？干什么呢？画画呢。装个计算器的手机壳就在这蒙老师呢啊！自己看这是啥？计算器。行，等着。哼，逮着了吧？这藏的也太糙了吧？还打火机，多跟你学长们学学，看怎么藏手机。真的是的。还真是打火机啊！等会儿，这线是啥？脚给我抬起来。我的天哪，我哎呀，你是魔鬼吧？你家里有破吗？哎呀，线还挺长。我天，什么情况这是？这是啥呢？游戏245级里1000红包的三国盟将传。三国什么传？大爷，三国盟将传。大爷什么传？大爷您先等会儿。大爷啥？大爷什么？